开始的一晚，默默心血天意的角度，凡人的一生，几多得到感动，尽在激动手里操。但若天可知，世间种种的苦难，为什么翻手作变人道？为什么初心想得的变得不同，去做基本的美好。莫说痴与梦，已分许我行风步，用我爱与怒，也要奋力试。终得到得不到，亦莫需天高赞许。